我依家就喺中環中心，喺平時咧一個好多人嘅地方。我哋星期六下晝咧就一班好中意藝術嘅朋友咧就坐埋一齊聚一下傾下偈。啊，咁咧我哋今日喺呢一度咧有一個好特別嘅節目，就叫做以音樂療愈心靈。我係社工同事 Tommy， 咁仲有咧我哋嘅藝術治療師 Tristan。同埋一班咧，癌症嘅病人同埋家屬，都喺我哋當中一齊去分享今日嘅節目嘅。嗱，咁就事不宜遲啦，咁陣間我哋都會有啲傾下偈啊咁嘅情形嘅嚇。啊，歡迎下你哋喎，即係禮拜六，即係一個輕輕鬆鬆嘅活動啊。咁啊，其實乜嘢係即係藝術治療啦 ？Tristan， 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哦，嗱，呢度有冇人參加過藝術治療啊？應該有喎，睇下有啲手掌。咁啊，我哋癌療入邊其中有一啲服務咧，就係藝術治療啦。咁啊，有視覺藝術噶啦，又有音樂噶啦，有戲劇噶啦，又有舞蹈噶啦。Tristan， 你講咧就講得好好聽啊，咁但係其實真係咩嚟嘅咧？藝術治療點樣幫到我哋咧？我其實都好想聽下咧。即係曾經接觸過藝術治療嘅朋友，其實佢第一身嘅經驗，嗱，佢覺得點樣去幫到佢咧？不如訪問一下啲朋友啦。好啊，有冇人願意接受訪問啊？係啊，又或者點稱呼你啊？姓黃啊。我自己中意音樂嘅，咁其實聽歌會覺得自己好放鬆啊，即係忘記咗好多即係煩惱嘅嘢咁樣。咁佢係一間好療愈嘅嘢啊！咁特別我中意聽鋼琴啊！咁聽到Daniel 咧好猛不經意咁就彈到啲樂曲出嚟啊！咁我諗佢彈嘅時候自己都好 enjoy 噶。瞓半夜三更醒咗嘅時候咧，就唔知揾邊個傾偈好啦嚇。
即係就算你揾到個死黨都驚住嘈住佢聽日翻工，咁所以咧喺半夜三更咧就聽下我呢啲音樂咧，就好過唔知唔想。可以講到出嚟嘅概念嘅，但係反而係承載住一啲感受咁樣啦。好似我哋聽音樂啊，有啲感覺嚇，睇一啲唔同嘅創作又有啲感覺咁樣。
咁啊 ，Daniel 咧正話就用一個業餘音樂家嘅身份啦，同我哋分享咧就音樂點樣幫佢舒緩壓力，真係好舒服係咪？即係嗱，我哋一班嘅癌症病人同埋家屬啦，真係好大壓力嘅好多時。
星期三開始咧，就每逢星期三就係一點至兩點嘅時間，連續九次，由5月1日、5月頭到6月尾啦。咁啊，另外星期六我都會去瑪麗醫院探嘅，12點至2、3點，探兩三個鐘啫嘛，瑪麗醫院探3個鐘。